弟兄姐妹平安喜乐，我是彭林依林姐妹，来自台北市教会53会所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预藏心腹军队，启示录19:14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着他。以往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、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我不懂操练灵，更不知道呼求主名。2年半前，当我转到主的恢复以后，诚心追求的高峰真理抓住了我。去年我弟兄在壮年班毕业后，他也鼓励我来参加训练。参训后，训练课程使我大开眼界。在上新耶路撒冷时，教师说，得胜者组成心腹军队，捆绑撒旦，带进神的国。这不是将来的事，现今就可以预藏。这句话激励了我，我渴慕被成全，成为心腹军队。下学期的福音开展，我报名参加澎湖队。这一周的经历让我真正预尝了基督的心腹军队。每一天我都操练认罪和悔改，不断向他赞美并感谢。每一天我们都同心合意祷告，被那灵充满并且充溢。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接触人，大有能力的传讲福音。有一位被牧养了5年的福音朋友始终不受禁，这一次我们去探望他，大家操练在灵中征战祷告。感谢主，当我们陪他再来会所时，他竟然受禁了。这一次开展我们完全顺服带领，佩搭如同是活物，满了行动力和冲击力。我们一共结了7个果子，心腹军队的灵是7位加强的。这个经历是我以往在宗教团体绝不可能经历到的。感谢壮年班的成全，立定了我一生的方向。今后我愿意和已参训毕业的弟兄同心合意，打开家，服侍圣徒，竭力操练，成为主今日的得胜者。